大家好，我是刘如泉，外号刘一刀，从小都很喜欢艺术，所以说我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我的一个艺术能够做得很好，对那个亲情的艺术非常的重视，我的木雕的艺术品我尽量用那个艺术来艺术那个亲情，不管说友情爱情我都非常的重视。刚开始的时候我学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实用品啦，实用品就是说有些像花篮啦、或是说树叶挖一个凹度可以放糖果水果啦这样，然后就是说然后就一直在演变出装饰品啦，看漂亮啦然后我现在说结果说一个看漂亮的艺术品在社会上也蛮多的啦，然后我尽量研发我自己的一个理想，我刻的是金丝猴，然后说那个荷兰跟台语跟锦后啦锦后，那我们锦后就是说我就以这个亲情为主目前的就是说像做的了一个常家福啦常家福他的金丝猴的脸神也是和乐融融，一个一家的温馨。我的刻那个金丝猴的刀法，就是它是一种抽丝刀法的一种演变出来，就会变成这一个金丝猴的，加上有毛，变成有活生生，让人家看的就是很讨喜。要走这个木雕，也要自己也要有非常的独特的风格。像我走这个艺术，就是一种用心灵来投入，我也希望说我的作品能够带给社会上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让大家过得这个社会非常的祥和。